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恩，我即将会在《扩》杂志7月号份出刊哦。我这次自己的作品呢，是以写真加 EP 的作品呢呈现给大家。那6月22号会正式发行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这次是因为比较有自己个人发展的空间，因为可以有看到我自己比较真正的一面，黑与白。那因为其实白呢是属于自己外表比较甜美啊、纯净的一面，但黑呢就是属于黑暗的，就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东西，所以可以看到我两个不一样的个性。曼哥，我希望在这方面可以有感受到，就是过去回忆甜美，还有幸福，那也有被感动和祝福的感觉。快歌呢，就是因为我也就一开始旋律上都是我自己在做选择的，应该说有劲儿的那个快歌，因为节奏上非常的紧凑，然后也请了那个顺风老师帮我编舞，所以从头到尾总共5分钟，对，所以整个快把自己跳死了。其实我创造了有些是有钢圈的，有些可以遮肚子的，然后还有裙子的可以让自己屁股看起来更翘，所以每一种搭法就是看你想要呈现出来什么样子。我总共设计了20几款，对啊，所以还蛮好玩的啦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，希望修把自己的曲线修得更漂亮，对。因为我个子不高，所以我觉得在比例方面非常的重要。可能就是我很喜欢搭短裤，我其实很爱穿短裤，然后配个短靴或者是凉鞋，有点跟的，然后上半身穿个 T 恤或背心，或者是露肩的，这都是我最爱的。因为我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真的不工作的状态下，我其实好爱运动哦。因为我是一个过动儿，如果不运动的话，没办法发泄我自己体能，我就会整个精神都很好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运动。然后夏天到了，就一定要游泳和晒太阳。那我希望呢，6月22号要正式发行我的写真书和 EP 喽，然后7月7号就是我的签书会和签唱会嘛，希望可以一起发行。如果有任何我的活动消息呢，就请大家看我的 Facebook 粉丝官网站，耶、yeah! ！